你找子？打了个冷战。我看你是一个葫芦就毛病多。先别要挖了，先把粪挑过来。有人。那个背死的。就是粮食精。准备好没有？来，无敌开始攻！爸爸儿，亲爱的姑娘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嫂子，这儿就交给你了，有事再叫我。哼，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你给我打听打听老娘在村上的名号。老锤子来。嗯。兄弟，你在屋头的地位太低了嘛？喂，我在屋头的地位就跟哥哥一样，顶起一片天。那你媳妇是啥子？大腿。为啥子？因为哥哥永远顶不过大腿。同志同志，川哥，你订的备料一道小麦磨清，速来领取，速来领取。干个活路都干不清净，我去拿去。站到，这碗泡沫带回来。哦。事情比较。川哥新结识的掩护人员，你哪碗？嘿嘿嘿。小吃玩不对，调虎离山，站等，跑！哎呦我的妈！跟他拼了！嗯，到，有人，我的球赛变弄过好了吗？一下到三个，弄回球再收拾他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再给我，好赌一头。老婆可以看。啊！老婆，老婆。当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地西，直觉会给我。我老婆搞乱了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老婆搞掉了。嗯。你媳妇长这个样啊？对啊。结了婚的女人不都长这个样子吗？哟，看见了！你个背死你！敢说老子是无聊夫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三哥，打牌归打牌，不要赌钱哈。好噻，啥？本来想把表妹介绍给你的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再说我的婆娘，就不要在我这个妈了。强哥，莫怪我。今天观音菩萨都救不了你，等一下。啊！找死。啊！嫂子，马上就等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这是川哥特意让我给成都取的，男人一生只能定制一枚的第二钻戒。老婆 ，I love you， 一辈子。
人家又抢到这一次，我们俩不生还趁着那些吗？嗯？哎呀，不是他说，不是你。啊！大龙，啥情况？尝一下我埋藏多年的好酒。有人。我快看！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柚子，这个肯定是变了异的，使不得，走，快跳！那准备快！嗯，有人，你不是说吃不得，你不相信？正好卡肠胃。好了，没事。嗯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拉得不？走，请你葡萄酒。今天不得行，明天我要跟王大爷约会，穿个每件新衣裳。嗯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做啥？好，天天吃这些烂叶子菜，不吃了。那你想吃啥子嘛？我要吃肉。满足你。世上最臭的肥骨头。吃噻。吃就吃。必须要找三街上下伙食的。有人。这一公不老虎对你也太苛刻了嘛？有啥法嘛？说也说不过，打也打不赢。今天隔壁出来个王叔根，屋头也是肥得很。要不，哎，这个就太缺德了噻。自己都肥呀。三二比一，看到，下太黑了，走，看死你们饺子！啥子？双叔，你快过身了，现在队伍里面给你买件衣裳，你专门跑过来，喊我帮忙参考一下。哼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到我身后来。老子不当女人，看面子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？今天终于见识到了穆老虎的厉害了。当年我就是被他那个征服的。